本说原谅你，但是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本来说还可以，因为我本来没有看到韩寒的，我最后是看栗子的，然后我没有，我有点忘栗子，我也不知道哎，就是看到你是第一名，我就觉得有点，其实是第一名，怎么会这样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吃醋啊。栗子的比较多是没错啊。好啊，那我本来想要当好人，算了，你们开心就好。没有啦，今天一到韩寒台，没有啊，不采访，我是去聊天的，结果有人提醒总榜这件事情，所以我才看。我没有想要做什么啊，其实我只是以为你只喜欢我。